华明里83弄，全国重点小学的通行证。你最好是英里八字内那套学规，还差6,000,000，抓紧时间把这个房子卖了。填好了，我们就可以立刻能够叫起你。能不能不要把房子卖掉？这房子是我的，这个合同到底算不算数？ 向院里先去报信，个别老师又给学生改学分的事。我就是喜欢他，怎么了？一个有夫之妇，够得学生是自由恋爱吗？你明明晓得疼着妈妈不愿意买房子，你为什么还签这个合同呢？阿姨，对不起，这不是什么违约金，我也房子。你都没有看过这个世界，你怎么能确定你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？